彰化县园林槌球协会理事长杯暨七县市槌球邀请赛30日在县立体育场槌球场举行，魏县长和现场来宾共同开球为比赛揭开序幕，并鼓励大家运动健身。现在槌球的活动是无分老幼，吼，囡仔大人拢会使来拍啊。对于老人吼，较有身体个健康，较袂破病。他们都是早上6点多钟来打球嘛，打到差8点钟就回去了。来自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南投等七县市400余位槌球球友一同与会，球友也热心分享快乐长寿的秘诀，并透过打球过程交到新朋友，不仅获得健康，也获得友谊。因为早时吼，拢早起来吼，伊问伊，伊就卖讲话，空气也较好啦，精神上也好，动作啥拢加真流利，交一挂朋友吼，加真侪朋友，感觉每日较娱乐啦，较快乐。我感觉吼，身体嘛有差咧，大家出来咧练吼，练若无来做啊拍，就是家己去咧拍，啊若来拍都来拍，啊对身体嘛袂歹啊。槌球运动重视团队合作及肢体协调性，对年长者的健康以及人际关系很有帮助。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加入槌球运动，不分年龄，欢迎民众一同来运动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